好難熟，你邊度見啊？通常啊，人有相似嘅啫，大眾樣，個個肥妹差唔多樣。咁但係而家美麗呢樣嘢，佢哋叫得到美麗，反而我覺得仲有一個目標就係咩咧？我希望人哋叫到我真名，我真名叫鍾海琪。即係因為其實人哋記得你角色名，就係你個角色好令到人哋印象深刻，唔係你個人印象深刻。我反而希望再努力啲，大家記到我真名。哇！呢個真係實不更事啊！其實咧，當然我自己純粹會覺得啊，中意唱歌，好想唱歌，見到有得試下去唱歌。咁就上去啦，真係咧一鼓作氣，跟住就往前衝，做咗個清兵，心口掛住個勇字。你冇當年嘅決定，就冇而家嘅你。我覺得每一樣嘢都唔應該用後悔兩個字，應該係話感激當時自己付出呢一個行為，令到因為我覺得每一個行為都冇絕對啱與錯，即係唔係叫你殺人放火咁反而是一個對自己每一個行為都要肯定，因為那一刻你覺得想做，那你去做，你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嘢，而個結果是你負擔得起，不是傷害人的，我覺得都可以。反而我亦都好慶幸當年做咗呢個決定，令到我有今時今日的自己啦。即自己不是一個絕對吸引人的人物啦，一定有正反兩面的。我成日永遠會相信一件事，就是與其去理一些不接受你的人，我反而我會很著重一個理念，就是會為每一個支持你的人去做得更好。我已經有一世單身的覺悟了。其實不是的，單身不是一件壞事來的。是不是一定有伴或者結婚才是一件好事呢？你要明白一件事，今時今日結婚不等於是終結，因為結了婚都可以離婚。即我也覺得如果有的順其自然，不要強求，反而我會覺得享受一個人的時間。其實我覺得今時今日我們現在社會生活實在太累了，即可能我們每上班放工窮了一個力量都是夠你生存，未去到享受生活啦，當然，因為你去享受生活，你先可以識到你想識嘅人。Even 你想識男士，你都要抽時間去認識對方，去了解。咁所以變咗，我會寧願係話喺屋企度陪下屋企人啦。咁我都覺得係唔錯嘅事情。邊個女仔冇期望？有。最好真的是白馬王子的樣子，但是夢嚇自己的條件，然後我經常都是一句豬扒都可以喜歡王子的，不過王子不喜歡你而已。我覺得一件事是最重要講求緣分，想做就去做，遇到對的人 Let's go 就去咯。 Single 有沒有好介紹啊？Available 啊。